下一年，其实他们真的，我觉得有看到他们来采场地彩排的时候，我发现还是有功底的，包括对音乐节奏的配合。这个看完了武术以后啊，你是不是可以现学现卖啊？就是说这个项目我们该怎么看？这个项目我觉得首先是节奏感，还有是动作难度和完成度，然后以及他的状态和表情吧。我觉得你基本上可以进入体育解说这个行业了啊。门槛这么低吗？没有没有，开个玩笑。其实我觉得今天他们也是有备而来，因为准备了很久，从着装服饰我觉得也是一个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赵露思，赵露思呢也选择了球操。好，各位，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八光水母队赵露思。这个发型也是很漂亮，拳击变。她的衣服很漂亮，衣服也很漂亮。选手呢都选择的是球操，那整个动作的表现完之后呢，力见高下啊。赵露思这套动作呢，从难度系数来讲，肯定是高过上一个选手梁宝玲。但是呢，赵露思其实是有扣分项的，他球曾经失误啊。但是给我的感觉，从裁判的角度来讲，这套动作应该是一个高分。嗯，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说的这种波浪以及柔韧性，看这个柔韧性非常的好，他的这个动作里面呢就设计有波浪。一个达到一个波浪和一球的平衡之间的关系，他还有一些很小巧的动作，比如说用膝盖用胸部撞一下这个球，但是控制的又非常的好。你看，这就是波浪的动作，球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和处理，波浪美美的。我们静待赵露思的最后的成绩。好，我们还是继续等待裁判员计算出，不知道他最后 ending 的那个动作，球滑出了身体是刻意设计还是失误。他很紧张，看起来哇，有点紧张啊，想哭的感觉。我觉得他来的时候应该是对自己这套动作很有信心的。最终的哇，等待的时间这么长啊，
我想不光他紧张啊，我们评论席也很紧张，现场的各位观众也非常的紧张。我也好紧张，天哪，现在应该是在计算，最后的计算，裁判们在沟通，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那个到底是怎么算。站点会在哪里？代操特别重要的就是转体啊，还有代操呢，有一点大家看啊，在这个挥舞的过程当中呢，不要让这个带打结儿，哎，因为你挥舞的时候有可能啊，它这个带不柔韧，其实这个带就像挥舞起来像波浪一样，很容易把你扯。但是你如果这个带子自己会打结儿了，这肯定是一个明显的扣分项。不要把自己缠住。对，别把自己缠住，很有难度。赵露思的这个评分出来了，赵露思的最终成绩是7.9分，掌声鼓励。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判断的，老师？在就是。圈圈 ，I don't know 你的圈圈。这套动作我觉得很难超过曾琦的这个10.8分。这四个姑娘焦急地等待最后的这个成绩啊！没错，红桶熊猫又获得了积分。是。就会很舒服的，很舒服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艺术制造的场地呢，13米乘13米，啊，是一个软垫的这样的一个场地。昨天采访的时候，颁奖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到这个颁奖的环节。我也希望明年加入球类项目。好，就是来，是田径项目，球类项目，球类没有。好，现在颁的是艺术体操。艺术体操的冠军是曾琦，曾琦凭借着这个自己非常巧妙的设计，一段棒操，有一个姑娘获得了艺术体操的冠军，那么获得亚军的是梁宝玲，而赵露思获得了季军。是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丹浩先生，有请再次为大家介绍艺术体操的最终成绩。多关注一些，我想是发现他们所学的魅力真的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对，并且今天的这个武术啊，给我大开眼界啊！哇，这两个人的这个项目。来到演播室之后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觉得问题在哪？他说我表现得挺好的呀。就这姑娘感觉就心态特别的好，心态还是最重要的，乐呵呵的。对，其实不光是比赛，就是参加完比赛心态的成长也是一次都和一次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好，感谢杨哥回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，两位刚刚结束比赛，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赵月跟赵露思，首先问问赵露思，在刚才的解说当中呢，我一直跟 F 姐你说啊，我说这个球操的动作完成的还是挺好的，还是很有难度的，但是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裁判给出了一个不是太理想的分数，你自己有没有点懵啊？没有，其实比我预想里面已经好很多了。你还很谦虚。没有，是真的，因为我四肢不太协调。然后当时报体操的时候我就挺害怕的，所以现在已经是达到我预想的好赵月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前面的1/4完成的堪称完美，可是最后呢这个带掉了之后又断了，对，这真的是蛮运气蛮差的。对，我运气一直很差了，就当时也很淡定，还找了一个备用的带。对，就有看着旁边有一个带，我就马上捡起来。这两位呢参加艺术体操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女子个人的射箭的比赛。说到女子射箭啊，两位其实也都参加了团体的射箭比赛。是啊，对。然后你还为你们的团队射中了一支9环，很关键啊。运气好。你们两位参加了混合的比赛，你们射箭练了多长时间？
两节课。两节课，你呢也一样，也是两节课。所以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射箭啊？没有。那你们两个人其实算是天赋蛮好的。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箭好重，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它分一个重的跟一个轻的。啊，我明白，你们练习的时候可能是木质的那种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那个是很轻的啊。然后过来就有点懵。然后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箭很沉。现在呢，两位已经站在了这个比赛的场地内，他们分别是段奕轩和杨雨桐。陈意涵和费庆元两位有没有是属于你们的战队的？谁是你们的战队的？费庆元是我们的，费庆元是他的战队，但是他是跟我是一个队的，就是 SA。 对，你们是一个团体的，对吧？就是费庆元是之前在我们那个就是自己公司有办过那个运动会，他有练过的。对，他射箭是那个时候是冠军。哦，冠军啊！我们来看看今天他的表现，冠军的表现怎么样？昨天我们在练的时候，我还很担心上面那个摄影老师。哦，对。然后这边观众全部清空了，只有一个摄影老师。其实你别看他威力其实很大，很危险。哦，原来这个看台没有观众，就是因为这个看台下面拍，希望没有那么不准吧。孙瑞真的是昨天才开始练。哦，孙瑞昨天才开始练，所以这上把就不容易了。他没有脱把，其实还蛮好的。嗯。你身材好棒。赵露思，你在看什么？我一直在看怎么射，怎么射。你刚才突然来一句，哇，他身材好好。我喜欢美女。是，不管谁赢，他们都赢，他们都获得了冠军和亚军。好棒！组的只能选择冠军跟亚军。这两个你们选一个吧，现在。我刚才还看好段奕轩，但是周杰琼的表现是不是这个很惊人啊？很惊人啊！我来压周杰琼吧。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吗？对，爱奇艺会员，一年三个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。大气点行不行？一年。哇！